来，就买这阵吧。就这边就是说，grandma 的，结婚他得嘛不能输赢，他输赢就是输赢。就买这阵吧，他输赢的确特别贵了不？啊，就买这阵吧，他输赢的确特别贵了不？等一下，来。他说杀到三段嘞，他输赢他被杀了不？他输赢他被杀了不？他是不鲁彪吗？就问这个吧，好，来老师，他输赢他被杀了不？鲁彪吗？来，怎么样？等一下，我想，看一下那就，他输赢他被杀了不？就提这个吧。就吃这个吧，好。所以老师问你嘛，比较聋哑嘞。那鱼就是啊，爱练词我们会说一条鱼，一条鱼。那老师有造句，这个学生来念一下，来木来念一下。我去也是，夜市买了一条鱼。一条鱼，夜市的意思说。Night market，你好，谁？我去夜市，去哪里？去 place。我去夜市，俺伢子多啊，比如买了回去的一条鱼，俺这个哦，回去的那一条鱼，讲到自己造句一下，来是吗？推自己造句。我今天吃了一条鱼。我今天吃了，我们是个彪马村长老师。我今天吃了一条鱼，老师在表里面写，我家也肉买的。我今天吃了鱼，表这个是个彪嘴。哦，啥叫我家的烧着也买的？可是老师是个彪马，俺这俺都讲啥给的？俺能讲啥给？不管彪。我今天吃了鱼，一条鱼哦，就是我今天去菜市场买了一条鱼。啊，你这个应该是跟我给的，啊，我们比较会说这种。来，鱼三声，鱼就是摸摸月饼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摸月饼。那摸的那边没有啊？摸鸡叫叫大鱼，那下雨啊嘞，所以下大雨，下大雨，摸的那边没有嘞。来，这个学生来念一下，你嘞摸的那边没有嘞？来，在哪里来念？今天下大雨了。今天下大雨，或者下大雨了，你的摩托车妹妹有啊的。来，老师，coffee 在找咖啡店或者咖啡馆，咖啡店或者咖啡馆。来，哪一间咖啡店？来造句一下。我今天去咖啡店喝了一杯咖啡。好，我今天去咖啡店喝了一杯咖啡。来，下一位哈，那就要林太水晶咖啡店造句。我去咖啡店买了那些咖啡。哦，很好，我去咖啡店买了拿铁咖啡，来奶茶来配饮，来学生一句语啊，造句一下奶茶。你帮我买奶茶。好，奶店茶哦，奶茶店，奶茶店就是了配一下奶茶店来，你要不敢造句一下？我家和员工中间有公那一种，园，公园，班长。我家和公园中间有奶茶店，中间有奶茶店，总之。来乌龙茶，乌龙茶，来老师哦，飘地来造句一下。我还没喝过乌龙茶。我还没喝过乌龙茶，很好，红茶，红茶就是我们说 black tea 哦，black tea，来老师哦，看一下那就造句一下，红茶。一个红茶，怎么讲？没有听到，你咋的？啊，这 speaker 在这边录茶，来，我教句一下红茶。
我的老师很喜欢红茶。很喜欢喝红茶。来，考试，考试，考试。老师，这里老师造句是：我明天要考试，我明天要考试。俺们那盘啥没喂？皮呀，没来学生自己造句一下，看一下那就要不了。啥呀？对我，来，司马突然造句一下，考试。9月份有考试。哦，9月份有考试，古老白马啥么写？来考就是弄的这边叫 PD，发的放老师说这个的叫做答，发答考的 P 啦，怎么样？怎么样的意思说不如嘞，非常啊诺言啊，以前比较横跳舞不皮这卡嘛，这个力度叫非常，还就是对嘞，还不错，那说吧不？来，老师这个学生来念一下，来那个妙普凯来念。今天，今天考试考得怎么样？今天今今天天的事。考试皮啥没背个？考得怎么样？今天啥没皮的？不录嘞。今天考试考得怎么样？那老师来，悄悄来念一下这个。看一下那就。来，今天今天考试考得不好，考试，今天啥没皮啊？考得不好，皮啊么干不？今天考试考得不好，今天考试考得不好，今天啥没皮啊么干不？所以问的。班长，我们刚不今天考试考得不好，来下一位在哪里来念？今天考试今天考试考得非常好。啊，今天考试考得非常好，有点啥么皮的啊，非常好。哎呀，高呢，来老师请下一位老师的教来念一下，难以进步。今天考试考得还不错。好，他说老师讲的比较明白啊，你啥么皮的，不录嘞，没个不录，没录，来领他学生。你今天考试考得怎么样？很好，所以你都没有啥么皮啊，对的。哎，你今天啥么皮啊，不录喽？你今天考试考得怎么样？我今天考试考得很好，还不错，非常好，或者不好。来，衣服大家知道的，in 几？来，自己造句一下，来 A 几比啊？我有两件白衣服。我有2件白色的衣服，点表没？我有一件白色的衣服。让你一件去连件，皮皮，我有一件或是两件白色的衣服。来，老师，裤子、衣服要练词，不要忘记各模糊键。裤子也是同一个高门，裤子的练词我们会用键。来，裤子造句一下，来，那就看一下那种裤子造句啊。我买黑色裤子，我买了黑色的，不，啊，这个你要不要得吧？我买了黑色裤子，某黑色的裤子，两句啊。买了黑色的裤子。裤子，来外套，外这边个阿边啊，套这边个说的，阿边个你说的，大家外套，外套，外套就是女的，外套，来学生造句一下，林特水人。我妈妈买给我一件外套。很好，我妈妈买给我啊，明啊，未必的一件外套哦，咱们东哥在哈里买吧的，来手套，刚刚别人说的叫外套，那么说着把套了，手套，手套，所以手套就是累，所以吃了嘛，速度讲套起来，没有吃了嘛，说的切叫袜子。
袜子就是前那老师手套老师，比方说老师外套的 A T 牛啥的嘛巴拉呗，所以老师外套的链子我们要知道什么剪哦，外套的目标我们要知道。它的链词叫茧，老师手套呢？手套的目标我们叫双，它那目标老师叫哪分米哦？它那目标一双鞋子，因为老师手套那一个老师那拍起码五六呀，那种话来统一的搞我们一双手，不是一个手，所以老师目标就是双袜子，袜子的链词还是一样的，吃到切的拍的五六呀了，米呀那拍起码呀了，所以一双袜子，一双手套，来手套造句一下，木。医生用手套，老啊，师爱手套啊，没手套啦，我哑了，都聋膝哑盖都了，手套。啊，光聋哑嘞。医生戴手套啊，老师那个那四腿老师叫戴运动的哈。医生戴手套，戴手套，那四比着哈，穿那么多。医生戴手套看病人，看病人，老师病人也代表老师把那说路呢，生病也病。啊，所以老师先问你老师，苗老师戴手套，那意思比如，那意思比如看病人，都拿我几家人，所以医生戴手套看病人，先问个那意思比如，都拿过几人，病人的意思是说路呢，可以哦。来，老师下一位，袜子造起，袜子的链子我没有拴，来，苗不敢造句一下。我喜欢戴白色的袜子。袜子的老师为什么呢？穿穿。我得穿，哦，我得穿那个懂吗？因为袜子是老师为的，我弄袜子诶，素的为的不，所以我喜欢穿袜子，我不喜欢穿袜子。袜子我们还是用穿戴模糊呢。来，牛仔裤张大老师们标标了，他也是保密的，把那牛标。件哈，所以牛仔就是金，牛仔裤就是金包米。老师下面有造句，学生来念，念一简谱。我以前喜欢穿牛仔裤。哦，以前呀，那边老师啊，运动啊，以前啊，运动啊，我以前喜欢穿啊，因为我为啥在的牛仔裤，金包米为啥在的？来，老师长裤。长呀，那边个许多裤啊，裤子，长裤就是毛衣鞋。来，老师，我飘的来造句一下，长裤。我冬天喜欢长裤。长裤，我冬天的时候，没歪了。别亲妈，我冬天的时候，哦，亲妈老师的时候，我冬天的时候喜欢穿长裤哦。三亚地方老师一点对，金毛米味啊，毛米雪味啦，在这冬天就是老师啊，三亚的冬天三亚的，所以我冬天的时候喜欢穿长裤啊，三亚地方金毛哎，毛米雪味啦，在这来短裤。短啊，多多，哎，这地方短裤就是薄米多。我以前很会穿短裤，很会穿说老师把来说，为了洗的，为了洗的，哎呀，我在这路边，我那时候会有内房的，老师懂了。我以前很会穿短裤，哎，你弄啊，薄米多，也为了洗的。我以前很会穿短裤，哎，你弄啊，薄米多，也为了洗的。来，短裤自己造句一下，来，在哪也造句。我的哥哥喜欢会穿短裤。我的哥哥，我的哥哥去外面很会穿短裤。张大爷把不住，前夜那么的时候我们听啊，然后我的哥哥去外面的时候，啊，变多啊的啊，亲妈，去外面的时候，说出来的张大。
三亚的情嘛。冬天的时候，老师讲到的时候的另外一，你什么时候学中文？我去年的时候，对吗？那就读呗。我的哥哥去外面的时候，完了，啊，变多的情嘛。喜欢穿短裤，泡米露呀啦，带的，要么啦。来，那个这边，来那个老这边，老师啊，对，好，老师看到过吗？就老师看到过，啊，对个例子，所以老师那怎么考的？啊，对个例子嘞，那啊对嘛是呀，所以老师一就是衣服啊啦啦，内衣就是老师啊，啊对个衣服，内裤就是啊对个泡面，因为裤就是裤子，啊对嘛你的泡面，对嘛你的衣服。来，裙子七分裙，再二分裙，七分裙，二分裙，裙子。裙子叫 skirt 的练词我们还是有姐妹哦。来，老师请那个 smart 来裙子造句一下。姐姐穿的裙子很漂亮。哦，姐姐穿的裙子很好，姐姐穿的裙子很漂亮。姐姐 wear the skirt 也辣的。来，毛衣，毛就是 wear 棉的是呀，衣就是衣服，毛衣就是老师啊，冬 wear 哦，冬威你的练词我们还是一样有讲哦。来，灿灿可以吗？灿灿不要，灿灿今天请假还是？可以的，老师。来，毛衣造句一下。我没有毛衣，因为我住的地方的天气没有那么不冷。哦，不冷，我没有毛衣，阿妈都不会这么修，因为我住的地方不冷。哪里的你啊？那衣服来打错，三妈妈老师打错不对，就是说喉咙个啥的。那老师阿个啥也不得别人讲到边边特别差的，basketball 个啥的，tennis 个啥的，这两个啥的，玻璃波个啥的，来学生学啊，不如咱传不中来，一起比啊。打篮球，basketball 的咋地？打网球，tennis 的咋地？打羽毛球，这当员的咋地？他篮球，volleyball 的咋地？来打篮球，造句一下学生来，眼睛眼睛要可以吗？还没。来看一下那种打篮球，造句一下。我没想打篮球，方勇，还有啊？我没想打篮球，那样还老师，嗯哼，对，你还有？比如？我方勇。啊，俺你来不读呢？不是个八六的是吧？老师讲到库拉玛房间嘛，speak up 呗。我 subject 呆，每天。在待，别老说不读那读书，老说会读给到，专业那嘛太阳没。我每天和路嘛比如跟主科的，我每天跟朋友，哦，我每天 subject 待会主科的，跟朋友，我每天跟朋友打篮球啊，你来不给进呢？basketball 干啥嘞？所以老师讲的 grandma 呀，老师。会主给大家后面啊，stay now 嘛，跟谁哦？跟谁不读那嘞？跟朋友、跟妹妹、跟姐姐。我每天跟朋友打篮球，来打完球教具一下，来那个林太嘴嘞。我是瑞东，给我的弟弟打玩手。啊，我星期日都跟我的弟弟打完球，很好。来打羽毛球，这张一个咋的？请摸。我好，我的朋友们很喜欢打网哦，啊，很喜欢玩打网球。羽毛球，哦，羽毛球。我和我朋友们都很喜欢打羽毛球，来玻璃波个啥也叫打排球，来尿布看造句一下。
我18岁的时候开始打排球。嗯，好，我18岁的时候，在新疆干的啥比了？开始打排球。来，老师，我休息哪有的？老师和你两个休息哪有的？这个讲呢，真的就是说，过你们公路哪有的？然后讲个啥的，鼓掌哪有的？叫休息，我不要休息，我不要休息，不要这边吧嘞，don't，所以 I don't。rest 哈，我不要休息，俺哪没有不？那你把路拿紧了嘞，没空来学生来念一下那个那一节不来念。你为什么想要休息？比方说你啊休息，你看你等个你楼高的铁后子们，你叫老板我想要休息，我想要休息一个月，我想要休息一个星期，那你把路去哪嘛喽？你为什么想要休息？那你不闹拿嘛嘞？老师今天教学生来念一下，来 pure 的瑞。我想出去一个月，我想出去一个星期。老师 time period 请假请假啦，假子我老师 study subject 胡乱闹说嘛他嘞，有 time 呢？而且哪一假子我老师 subject 闹嘛他嘞，这次老师假子哪有老师 subject？Sundays 的胡萝卜朗诵嘛，他嘞，我想休息一个月，我想休息一个月，我这边拿进来，明明的克里姆一个礼拜呢，好，不会再骗你说，得啦，或者这边拿嘞，我想休息一个月，或者我想休息一个星期，或者那边来啊，那边拿进来，我们要怎么说？来，那一间铺啊，那边拿进来。我想休息2个休息。星期两个星期哈，我想休息两个星期。这个老师哈，二声一声撇呢。哦，我想休息两个星期啊，那不拿紧了。这是老师答应假的。来，老师你去休息吧，你去休息吧，拜的吧啊，你都安那有吧，路边啊，你去休息吧。不要让老师教他，老师黏糊。哦，真正的真的在哪一边哈？真正的真正的你，老师怎么搞呀？木的录不录？跟别人记录不下来，放录完记没来了？好好，你去休息吧，你到那去吧，你去休息吧。下面的录嘛，哦，录那年轻人有点急，你们搞哦，搞木的，好搞个累呢，录完没看来了。好，老板或者的嘛，你家经理或者是跟你说，你去休息吧，你到那去吧不？来，老师的时间。时间就是老师啊，请你们洗手，没有时间。希望老师我们家一个给的，来，俺们哪有我请你们洗手？老师怎么说？来，到哪诶？我没有时间休息。那你没有时间了嘛？老师怕早聊天嘛？然后俺们哪有我请你们洗手？来，到哪诶？我们以前老师学过，然后他没啥我请你们洗手。我没有时间去看。然后来，老师怎么吹？我嘛，啥家伙请不起用？我没有时间背书。来，等来，怎么吹？原委这边个，怎么一咋清对了？讲了以后是搞嘛的？你要清对了？哎，看嘛，我嘛一咋都写了嘛，我嘛清对不了，请不起用。来，怎么吹？我没有时间约会，哦，原委约会。了是吧？原委的，怎么一咋嘛呗？懂嘞？哦，一小时的嘛，老师三百万八嘞，约会啊，刚来那刚嘛的老师都没咋呗。我老师呢，或者没等个几年，没皮，或者没忙了嘛，找老师约会懂了没有？但是 only give 那个 girlfriend 的 boyfriend 嘛呗，懂了？约会，我没有时间约会，干嘛？请对我老请没事哟。来，画面大家知道的，说实话嘞，不要给。来，老师这三个学生来念一下啊，一句不要来念。在外面下雪嘞，下雨了，下雪嘞，在外面下雪吗？我不想去外面。好，在外面下雨了，别忙，莫怨你呗。在外面下雨吗？别忙，莫怨你啦。我不想去外面，啊，别忙多少钱不来？外面老师学生造句一下，来，过把大哥我家的招来，叉叉来外面造句一下。啊，我家外面有一个公园，啊，我在外面有
个公园啊，影片妈妈分享的故事，来里面对吧，或是 attack inside，来老师有老师造句学生来念一下，来请来看一下哪种，并把大巴开那边。冰箱里面有什么东西？一个的大的吗？哪里是嘞？好，一个什么把戏的？来，老师，你插嘴，你自己造句一下，里面。里面，我房间里面有一个柜子，啊，我房间里面有一个柜子，啊，看什么？比如这东西，下面，啊，宝贝。比方说，爬上面了，是马龙顶给人。下面，OK，上面来造句一下。木兰上面。啊。我们的家下面有，我父母的盘子，我们的在家，我，大家老说龙上的东，然后就是说，哎，我的，那我们家，我们家龙上老师啊，叫懂了，龙上，哎，我的，龙上，好，上面叫老师，陪还在上面，必须要住在上面嘛，懂了？在下面有一间猫，还在上面嘛，然后。教室下面有一本书。去找原名，教学上面有一本书，来下面，抽屉里来下面，你说这里的将军也看。抽屉里下面，好，老师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我怎么，在视觉上面，视觉上面有一只猫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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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面？把下面？树下面有一只猫。哎呀，太壮了，来不来？没阿祖变没有，上面那那出租车在家里破几样？来，你要铺开上面。北京教室上课上课，你不坐树的下面，没乐没太呢，你不要做，懂没没呢？喏，你不要做，不要不懂要啊？喏，坐。你不做活，你不要做树上，老师树的上面这边也不嘛。好，老师讲了，快速的，好，老师讲，出出家家，我不知道，椅子上面有什么东西？放表面动物呀嘞？啊，张大爷的卡拉嘞，树背上面嘛把戏的，背下面嘛把戏的，咋呗？我不知道椅子上面有什么东西，你知道椅子上面有什么东西吗？这个杯子可以放上面吗？啊，你爱动物呀？哎，好，那那兔兔家家来下面，兔兔家家铺呀，啊，来哪一间铺？我在百货公司的下面。啊，百货公司在下面那么多，因为哎呀，百货公司的时候说。然后呢，龙上龙下，上午老师龙上龙下，懂了，动物苗，你还要出模糊？请问服务员，我想要下面的东西，你可以帮我吗？很好，我想要哪里下面的表演说来，我们改一下，
服务员。好，我想要什么东西在上面，什么东西在下面，我们一定要说出来。服务员，我想要哦，就是说，柜子，哦，柜子下面的，哦，柜子下面的东西，哦，可以，可不可以帮我拿吗？啊，有不有样啦不？所以什么东西在上面，什么东西在下面？好，服务员，我想要什么东西在上面？柜子下面的东西，还是椅子下面的东西，还是桌子上面的东西？哦，老师一般是老师本来是老师，比如啦，一层的、二层的、两层啊、两层的、三层的，乱的，比如啦，老师那些老师乱么的呀的，所以老师讲到冬天看嘛，是嘛，张牙的虎爸们，来旁边的意思是说，别呗，别在啊，比方说，张大爷，我叫会计啊，老师别嘛，来老师来飘的绿，旁边。旁边，嗯。妈妈问我，妈妈问我冰箱旁边有什么东西？妈妈问我冰箱旁边有什么东西啊？Grandma 呀，罗买呢不咯？咁咪那对布啊呀，皮个的那边嘛，巴西嘞，米多啊都对比的，米子啊讲米西不咯？那对啥讲？不要买手机，不要啦。哦，Grandma 呀，罗买呢，着急呀，罗买呢咯？妈妈问我啊，冰箱旁边有什么东西？三只谁呀买呢？开始老师说，那对布啊，三三东西谁没有意思，对不啦？没事，我这边写三但是没有困难过，慢慢生长。来，下一位在哪一旁边再造句一下。我可以坐你的旁边吗？很好，我可以坐你的旁边吗？马你也别马，台路亚门啦，我可以坐你的旁边吗？那我们还可以说，我们家旁边有。我们家旁边有操场，好、啊、嘞，阿是阿龟，好、哦，阿个是阿龟。我们家旁边有操场，东龙牙来对面，面的青山，对数飞对面，来说这一声啥？芝麻出来对面，我家对面有羞羞的家。啊、哦，我家对面有叔叔的家啊，那、哦、一面什么物理允许也可以。来，老师教他这个学生来念一下 A G，比方这个怎么念？Hello，嗯，早餐，早餐，然后呢？早餐，然后晚餐，晚餐、某餐不是餐，晚餐。怎样玩活物呢？那底下这么，怎样午餐？朗诵了吗？晚餐，早餐、午餐、晚餐。早餐的意思是说 breakfast，午餐的意思是说 lunch，晚餐的意思是说 dinner。所以 breakfast、lunch、dinner 叫早餐、午餐。晚餐准备，中文准三声准准备，准备也得有个 prepare 的变声的，把我变声马龙 watch。它的一个 bad one，所以我上不皮肤变声亚美亚美方的动态嘞。我要准备考试，我要准备考试，我上不皮肤变亚美。那老师，你变声是为了今天将来学生来念一下，那个悄悄来念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准备早餐。我要准备早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你变身 BB 啦，你准备好了吗？阿们那啥变身么咯？我要准备早餐，阿们那啥变身么咯？啊，你那啥变身么咯？啊，你啥变身么咯？怎么说？来，那个看一下那叫啊，你那啥变么咯？你啥变么咯？我准备午餐。你啥变身么咯？我要准备晚餐。
哦，我要准备午餐，或是我要准备晚餐。那老师，上午把马上到啥？我们都没有饭店或者餐厅或者饭馆。看到动物了，老师都知道要餐厅 restaurant，然后饭店、餐厅、饭馆。来，老师，丢什么都没有看个你想要说帮我什么什么的，来帮我看一下。那我看到老几笔吧？老师讲到 revision 编辑要，等一下都没有看，老师先把它，请帮我。请帮我，好，老师先把表给来，老师又讲到 revision，来，你看最近我不跟你我哎你我来小笔吧，请帮我洗衣服。请帮我洗衣服，请帮我洗衣服啊，我为你小笔吧。那个下一位摸阿古，阿古印在你一笔吧。请帮我写作业。好，下一位妙普卡，应该我米勒贝贝吧？妙普卡，应该我米勒贝贝吧？请帮我关灯，关灯。关灯，他说你已关经我米勒灯，贝贝吧？请帮我开灯。好，所以老师讲了，请帮我们明白。来，老师讲了，还好意思，还好的意思，还好的别个是别啦。你在台湾还好吗？你台湾嘛是别。老师现在老师讲了，家等的是家家咪咪天天就讲那的，台湾嘛蒙难一些。啊，台湾蒙难咪的呀，我多了，我天天都超多哎。啊，台湾母乐园的不好。那老师说台湾嘛，母语也说的，台湾嘛，蒙南语也说的，人家也说，嘿，老师先毕业了，老师你在台湾还好吗？意思是说，老师你这个故事不是要给啥去了？你台湾嘛先毕业了哈，蒙南语去了。那老师也是可以呢，那个妈妈比嘛哈，啊，都说你啊嘛，你今那个如还是来说说，母乖乖长大的，哎，你们那里还好吗？你们那里还好吗？那里就是艾迪玛，你都艾迪玛先毕业啦。你们那里还好吗？说说，啊，先毕业了，毕业了就递钱了，还叫还好吗？啊，你还好吗？哎，我老师啥对你？啥对你呀？啊，老师，等咪一样搞木来的，他们等咪给哪里 baby 看他怎么弄？老师，哦，你还好吗？你先毕业啦。你还好吗？你也先毕业了，因为你们到早碰上没有老师有表扰，喏，你还好吗？那老师有啥的呢？还有老师啥的呢？超你第一次啦，第一次啊，喏，不如我上面来喏。老师你还好吗？你弄我没留牙嘞。老师你还好吗？你也先毕业了。哦，那个老师吼，啊，老师们别碰的人嘛，老师啊。东南亚嘛，东土那都够东嘞。你在台湾还好吗？哦，还在老师讲的，还是 foreigner 嘛？哦，去台湾旅游嘞。哦，台湾旅游嘞，不喏。哎，你在台湾还好吗？台湾嘛，新毕业了，意思说老师 foreigner 掉对，地都面那个嘛尼亚了，来过了。我们来过喏，还可以面一些不？所以都说你呢，老师一个关系哦，老师 take care 老的你呢，毕业还没有不？哦，所以老师还好嘛？是毕业啦，这个不会看嘛？哦，你等下今天要上班进来呢，出来话准备忙话嘞。嘿，你还好吗？你是毕业啦，所以怎么样？你是毕业啦，你可以问他说你还好吗？好、哦，来老师，你变皮不？变皮不？我还好，我还好啊，先毕业吧嘞不？喏，啊，先毕业吧嘞。我还好，那这个老师还可以，还好啊，先毕业吧的，还好的意思是说啊，先毕业吧的，还可以呢。老师，我懂，还可以啊，叫什么猪肉吧来说，啊，先毕业吧，对的。那老师还好，路表来这个先毕业的，爸爸们佩服，还可以路表来这边嘛。老师，恁那春节去的，我刚说刚说的还没有，还可以。比方说，老师你。你都台湾来找他一波，啊，台湾嘛先毕业啦，还好，啊先毕业吧，的还可以。我说台湾嘛的老师，台湾嘛毛性格不嘛撇撇，这边嘛撇撇，对嘛撇撇，台湾嘛撇撇，马来西亚嘛撇撇，台湾嘛撇撇，国内嘛好点就多点卡嘛，老师吧，然后对家嘛先毕业，也是过西过西，这样子，人家家嘛到了老师这样子，他也跟侬先毕业的路还没行，没啥喏。第二个老师毕业了，我还没学，老师吧，然后老师什么毕业了？
哎，路人跑步，接拉手嘞，不过呗，水果差这啊嘞不？过年嘛，比去年那新几来，哦，大把地嘞，是不是？新年老师说你家了，第二个那身边的家老师讲那啊，那个你这么厉害啊，老师打字老师标的都是那个叫多少钱子也弄不好，我说那个他啥弄，便宜大了不咯？他们老师怕咯，高那么高，就是说讲那水果嘛，便宜木的。讲那些不嘛，伢也木得，哥也说啥，哥大把的，我身边把的都说一说别的。哎呀呀，我喏，就是说，哎呀呀，我不如不要咯，来新米咯，喏，对面的来新米，哦，多少也不要叫我叫着路呀，哦，多等我些了，哦，我才等老贵呀嘞。哎呀，所以喏，身边这家伙不行。哎呀呀，哥刚不干的对比些嘛，老师啊，身边，所以老师那个家嘛，你也努力不啊，老师吧，第二个喏，表现这家搞的都成了。石油的路的呀，但是俺们那个家多大部分需要不要？那个家多吧，矮肉。啊，在这边那个家多了没有？喏，矮肉多啊，多大多？他也老说看那呗，看那呗。啊，现在毕业了是吧？喏，看那呗。另外他们家多，老说讲到哎，你阿妈过谁呀骗你呗？喏，老师就哭老师这边说，另外他们家伙开家也好，都是拿东拿了过去的，他们这两个老板，俺他老板跟我说，你阿妈要哭了。俺们要糊涂了，公要糊的，咱们必须把表的定了。不是把俺们辛苦的，哪个不是把俺们艰苦的，哪哪你东西俺们辛苦的，他说你少来，你多来，你都我跑着好。哦，张大老师过啊，哦，都是这样嘞。哎呀，哦，都是生出八股八了，来啦那边，我没不来着。俺们俺那家嘞，没讲，没讲，没说着。俺们那个家出来的，把表拿出来了，没糊弄，别人拿灯啦，不是拿手啦。哦，我啊就是俺们，都没那个大的老师说新路面，我说那个家大嘛哈，我啊不明天，那是因为俺都拉那个家窗户，俺说比谁还来明显，不过啊地上嘛，啥地啊？不过啊我进来，啥就是俺们都开下来，他来比谁还苦呗？喏，那个家大不，讲到这苦啥路啊？都明天就是啊的，你弄苦，都明天这边可能也嘛有些没进来，比你多来，你弄老些来路呀啦，应咋太阳了没？应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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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英子，那怕担心也啥家伙没？都伢那读了，你都不玩的，没读，啥啥啥啥啥啥家没？英子爷爷不知道，你那逻辑哪做的过？比赛开呀了，比赛他了。所以老师讲到那个家要在看嘛，都伢路，我不是很飘，没都伢路表现那表现路，你老师讲到把娃嘞，他表现俺那个家出来学这个吧嘛。所以老师讲到都伢个边皮看嘛，还好，或者还可以，边皮留下来八分。那老师讲到。哎，你真有点好，李老师干嘛站在你啊身边啦？我录屏幕还好，那你还好录表在这边吗？老师把发撇了，没撇乎，还可以录表在这边吗？把发撇了，没撇乎，哎，还好还可以原谅吗？老师一个reason 的呼吸呀，身边别的呀。所以比方说你啊，老师，哎，老师你啊，如果没微信背景呢，老师对那很好撇啊嘛，你不能说还好，还好或者还可以原谅吗？老师 reason 是，你说。第二个侬 complete 没撇乎，你们再点下的才行嘛。比方说，老师 I N C 干点着的，你都在，你都等眼睛，我站等你。如果没耐心被骂吧，你说啥叫哪一老师站哪的，啥叫哪一老师站不站的，或者好，好，你等眼睛，你再亲点看嘛，你都不要骂呗，啥眼路啊的，啥表姐啊的，啥路哪一来的，啥路哪一没站的。所以老师站，哎呀，100% 把发撇的站一种没好乎，啥路哪一来讲到这说，啥路哪一来讲到这说，老师吧，哦，very good。三楼奶奶讲到什么？Very good。讲到六级那特长老师，看那里的老师啥呀？可是三楼前面讲到这老师这样吧，然后把分撇铺。讲到路哪里毕业录用好老师？讲到哪里毕业录用好吧？来，老师时间大里面多少人？哪里没毕业了好点了？哪里毕业讲到一个了搞么的来这多嘛？所以哪里毕业录用好的给啥的呀？好，哪里没毕业了？我等等我们毕业了。他老师讲到时间一下路啊，撇着这老师的时间答应多少了？讲到困路笔录、学笔录了什么？地理上学笔录没有？这老师还好，或者还可以，知道吗？讲到 reasoning 的那些，不必送那压力的，都是不必不。老师台湾嘛，先别了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可以吧？不如不必要不必呢？你压的苦嘛，先别下压的苦啊，是的。你老老年嘞，对路呗？你老的苦嘛，是没必要的苦啊，是的。哦，来，他说大小，大就是几多，小就是几多。来，就学生我家普及啊，不要歪的。来，英子，大，造句一下。英子，大。请给我大的苹果。
请给我打的苹果很好，好看，我直接帮你背吧。想得到男学生什么都能造句，想。这件衣服这么少吗？这件衣服这么少吗？给你个二老，对了，来，不错，不错，就是老师错啊，妈的，不错，是酷吧，老师啊，没错不？老师今天还没有到这个衣服，好，老师的嘛，有点嘛，老师有点就是说啊，little 的呢，谁看在这里面呢？不等于老师有点的懂了，一点的没懂，有点这边老师呢呢啊 little，所以一点跟有点老师干嘛写的？有点啊，奶奶奶奶级的都那么 adjective 来的，比方说，第一个奶奶级的，第八米个奶奶第一个看嘛，这件衣服有点大，这件衣服有点小，这个房子有点大，这个房子有点小，第一个奶奶级的，第一个奶奶第一，来学生自己造句一下，有点大，有点大，已经造句没了，等哪一？我妈妈送的衣服有点大。我妈妈送的衣服有点大，很好。篮球的率有点少。的耳环有点少。我的耳环，哎，那嘎嘎有点少，那那对的。来，老师，意思这边老师，a 对呗。那老师丢啥嘛？有意思跟没有意思，a 对呗是呀，那 a 对呗没是呀不？啊，这边是呀，那这边没事呀。所以老师意思啊，这边有意思，这边许多没有意思，这边没许多。比方说，海家的天啊，那种可比那肯定弄不烂那种，没有意思，这边不行。他说说，爸妈来江边怎么背？爸妈来干嘛？比方说，我露头来的弄不烂呢。你讲话没有意思，你讲话你说话没有意思，这边没学过。那老师咋密码懂呢？老师讲的那是哪边嘛？来，老师学生来念一下，念一进步来，请问一下，请问一下，这个句是什么意思？老师讲的啥判你呢？啥证你呢？你们第一哈，老师你可以问老师，请问一下，这个字第四个 long 是撇的。什么意思？把这别着。你啥证你呢？你啥弄你看嘛？哪们来看嘛？FDY 嘛？后续老师可以问老师，请问一下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来答吧，把这别了。这个什么意思？这个什么意思？不啥判的，你哪们来？你们不来？这个什么意思？这个什么意思？大家把这别嘞，懂我呀嘞？来，老师，俺弟这边给我拿么嘞？我来，面孔看来念一下。我不懂这个意思。懂的，懂三声，懂这边哪来的？Understand？我不懂这个意思，我不懂这个意思，俺弟这边给我拿么嘞？我不懂这个意思，这就老师命令你讲一块，讲那么对。怕啥的嘛？怕啥面啊？干嘛？讲到看开啊？我不懂这个意思。比方说老师讲的老师 HS 给 for 啥子货币来嘛？老师，比方说那木兰咯。当那你连忙把的，这有三个龙脸狗龙拍着的，不下台一分钟，下台十年功，功就是功课也功，什么意思？啥时候拍着的？上台一分钟，下台十年功，什么意思？拍着的你喏，啥拍着的？咱们这边的了，不知道。我不懂这个意思，都不抱着好。阿弟这边过，哪么来？我不懂这个意思。老师是一边人啊，拍着打呗。可是这边对了，所以老师这边拍着用的了没有？这边对啊，就是老师在这 HS 给放嘛，等下嘞，上台一分钟，下台十年功。意思说好，咱老师一个成语吧哈。老师，就是说上台一分钟。先报嘛报喏，等票票等啥子路的，努比伢行的不？哈，不如努比伢行嘛？票票，老师，先报嘛早，老师票票呀啦，等明年老伯票票来呀啦，咱们老师下台十年功，先奥嘛？哦，理解啊，咋着？三年了，
就咋办啥？累这样了，哦，所以上台1分钟，下台10年功，好不？然后那个谁伯妈都给我累这样了，哦，就是说，谁伯妈去别请去哪里？还没给我按完家了，你帮我们家说，明天就咋比啊？谁伯这路呀了？老师，谁呀？录这录了这录呗？早上等来着了，这还等来着？好，咱们老师就是说，给我啥都没做，明天就咋个呀了？长大你哪里有训练回家？给我啥的，明天不就咋一拍他了？意思啥他？所以老师，我不懂这个意思，我不懂这个意思，啥咱们就不要。来，老师，看咱这不得来看嘛？老师有点懂的，有点累。累的呗，老师，别班多，哎，这地方，所以我今天能来别班呢。我今天有点累，我今天有点累，我今天能来别班呢。来，老师，那估计啊，觉得这边老师把他说听的不听哪了？今天啊，你们刚我了听的，老师张大斌给我把我家快开门了。我觉得今天不舒服。我觉得今天不舒服，今天你们刚屋了，我天呐，觉得太老师觉得我是真的麻烦，别他离席。我觉得今天不舒服，我今天你们刚屋了，天呐。那么你啥子？老师学生来念一下，来摸。我觉得，我觉得老师不会来上课。啊，下一天在哪们这屋了，我天呐。来上课么？不会来，哪里嘛么好不？我觉得老师今天不会来上课哦。老师今天在哪这里没录？我听，小娃今天在哪这嘛么好不？我觉得老师今天，我觉得今天老师不会来上课。今天个小娃在哪们这葫芦？哪天的？啊，来老师讲到现在他这么年轻，别们讲到古板我家破呀吗？那要都要老师破开吗？觉得？来，林碳水人造句一下，觉得我觉得我妈妈买的衣服有点贵。哦，我觉得我妈妈买的衣服有点贵。啊，没为了你家自己，你那自己路，啊，天呐，很好。来，下一位，看一眼在哪就造句一下，觉得。我觉得他很漂亮。哦，我觉得她很漂亮，很好。来，下一位，应金。觉得他不会写汉字。哦，我觉得她不会写汉字，很好。来，太太来造句一下。觉得。你几秒？我觉得还没有时间休息。我觉得他没有时间休息，可以。来，老师讲的觉得哑门了。来，听得了这边老师哪唱的？别说的去哪唱的，把人家冻给了。来啊，的去哪唱啊？在这不录表么？来，听听，我的去哪唱啊？在这。眼睛，我的现在好像在这。我喜欢听音乐。好，说这边老师，speak beauty 和这个 beauty 不中啊。来，老师讲吧，听写都不容易的。老师，不然讲到有中高你可别讲到来讲你 writing 来写的到都不容易的到。听写，来老师，如果啥家伙家会讲啊？今天得东西呀没？不如表不咯？啊，今天得东西呀没？来看一下那就，啊，今天得东西呀没？今天，今天，我今天要我今天学要，听，我今天要是，要听写，我今天要听写。好，我今天要，
哎，老师讲的，老师今天好，拍照没得，能不能帮忙拍照得吗？等一下，listen fine。老师今天要听写啊，听写的话，我今天记不起呀嘛，密码都记不掉录起呀嘛。那老师请他们查嘞，这中间哪里没得呢？老师阿古生嘛，啥不一样？老师把丢了啊，丢了一样嘛喏，没公布这样录，拼音这样录，丢了一样嘛，啥没？开始。老师，你把公屏上把表查了，啥拼音没？啥拼没？哦，今天啥拼没？公屏上把表查了，密码都丢录音嘛，清点一嘛咯。密码录，估计也没录，拼音录音也没录，丢录呗，一样嘛，丢录。
啊，你这边呢？比较流行，可以下课了。这边也特别担心了，也啊，清晰的一天。